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m 呢是这个方程式的一个根啊，那么他们说这个等于多少？那 m 既然是它的根的话，你把它带进去会等于零，我带进去的话呢就是一减 m 啊，减 m 平方好，等于零，那你就知道呢 ，m 加 m 平方等于，所以你给它两倍。两倍的话就 2m 平方加上多少 ?2m 这把两倍以后就是2了，这个是2，那减5是多少？这是2嘛，2减5是多少？等于负3，所以答案是等于那个负3。